会这个人他是谁？他是谁？我朋友。你认识他吗？对，我认识他了。怎么认识？他是越南的。台湾。台湾的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要钱汇给他？我要拿东西，他寄东西回来给我的。那、啊、你跟他通电话没有啊？可以跟他通电话吗？他不可以讲电话。那我可领啊。为什么不能讲电话？为什么不能讲电话？就寄过来。小姐，为什么不能讲电话？你要讲清楚啊！啊，可是你刚才那个账号不是李博士啊，是另外一个人啊！你不要被骗了呢。不会。